这啥意思啊？咋又有一个了？大家好，我是囊囊，我今天一个人来商场。为什么我一个人来？因为我想送老公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手链，我知道他很喜欢。他今天，我老公今天辛苦了，今天工作。他送女儿项链，送宝贝手链，我也想送他礼物。我知道那个他喜欢手链，我真开心，我想我老公开心。我们在这儿买了库罗米。你好不是不是，我们买了，我们有。今天是想带自己带的还是？对对对，我想送老公。我知道我老公喜欢这个红色。行好。对对，还喜欢这个黑色，这个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零点九吗？对。我也喜欢两个，看见了一个人，他这两个确实的话都是非常有质感的这一种，非常这个都是钱，红色这个我给你算一下啊。好的，咱们现在七夕活动的话是特减60，减完之后的话是531一克啊。明白。一共算上工费的话，咱们是5339。啊哈，啊这个黑蛇多少钱？黑蛇的话是。是3792。明白。你可以给我，好，给你戴上试一下。对对，这两个搭一块戴会更好看，更时尚。今年也非常流行这种叠搭的这种元素。呀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喜欢两个。喜欢两个搭着戴，确实是挺好看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我老公也喜欢两个。两个，挺好的。很好看。嗯，好的，粉丝你们帮我，你们喜欢那个，我也喜欢两个，买一个还是两个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你喜欢什么？其实它两个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我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大着戴，男士戴的话，因为它这个的话是咱们一个五行，它是根据自己的生肖然后来进行一个水，这个是一个水，这个的话是一个木，然后中间的话它是一个六字真言，可以提升咱们的运势嘛。然后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这种类似一种路通这种平安的这种，它也是保平安的。正好红色和黑色都是非常上档次非常简约的这种颜色，比较大呀。我喜欢两个，我老公也喜欢两个，那就两个一块戴。我买两个。那我给咱开个票啊。呀，我买了，我希望我老公喜欢手链。我买了两个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更喜欢那个。好的，我买了，感谢。这个980，给咱发压货。这个我再包装一下。嗯哼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回家，啥意思？想回家？呀，我老公在这儿，在家里吗？哎，他睡觉吗？哎呦，惊喜啥意思嘛？我接着他工作。哎，老公，我看看。啥意思？他在睡觉。我觉得我现在给他一个黑的，以后我给红色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黑色。我现在给他这个。我希望他很开心。哎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早上好。
七点。现在已经。你在睡觉。下午5点半。对，我去。该工作，该工作。七点工作。6点半。嗯。老公。嗯。我有一个，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？对。你喜欢吗？惊喜吗？什么惊喜？这个。你看看。金子。对呀。手链。手链。这不是咱们上次给安安姐弟买的买手链我看的那个吗？对，你买这个干嘛？太贵了呀。你想说我 你不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老婆，谢谢。你太太。我戴一下，我试一试。试一试。但是我知道你喜欢亮的。这啥意思啊？咋又有一个了？我看你在睡觉。我太这个，我偷偷戴上了。偷偷给我戴上是吧？那你在我看你在睡觉，我偷偷。你买两个干嘛？那你喜欢两个，我也喜欢两个，但是我更喜欢红色。啊、嗯！谢谢老婆，谢谢老婆。什么？你不开心？开心吗？你不开心？你给我戴上，我都没反应，好不好？啥意思、啊？偷给我戴上。谢谢老婆，谢谢老婆。但是我偷偷踩上了。你，这个你喜欢？给看。不用一起。我要一起。给看，我帮你。好看。谢谢老婆。你不要一起，我想一起不好看。我要一起，不是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。不，这个手上有别的，就这个。不喜欢一起。谢谢老婆。我现在回。谢谢老婆。你爱不爱我？爱你。你去扭扭去。我去坐了。呀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真开心。嗯。啥意思？很不好看。呀，我也开心，你喜欢我也喜欢我、哦、你开心我也开心。好，去尿尿。好的，请点赞关注评论哦。